最后集神马飞扬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二场赛事4番1650米，一路飞马再威大热啊！好，一开闸嘅时候，德奇康少少挨闸慢咗啊！前面快噶嘛，咁啊见到大外档万事醒啊，中间神马飞扬好运齐来走入去带啦，咁啊内栏咧仲有只咧就系金碧旺旺啊，走上嚟二搭第五位红衫咧，咁啊就系君子承诺啦，内栏飞马再威，中间八心之王响外边粉红衫咧一路力骑啊，有呢只天长地久啊，尾三位置咧咁啊有黄眼罩呢只架起就拍住出边玩得起啊，暂时殿后两匹马，有呢只文武传奇包咗落尾嘅马咧就嗰只德奇康嚟噶，好啦，过咗呢个千二米断住啦，万事醒就放咗出嚟跑，跟住第二位天长地久啊，再后边嘅第三位内栏神马飞扬，第四位咧咁啊外边位置有呢只好运齐来啊，卖边系金碧旺旺啊，咁啊再喺出边俾人顶咗三搭，只君子承诺红衫嗰匹啊，中间咧仲有八心之王，尾五内栏飞马在威，咁啊后边四只玩得起啦，尾三架起，尾二咧就系嗰只德奇康，暂时垫后就系骑紧啊，都褪啲嗰只文武传奇嚟噶，好啦，跑到对面直路尾啦，前面万事醒仲系自己放，咁啊第二位，中间天长地久啊，咁啊三搭一路望空走咗上去，君子承诺啦，内栏神马飞扬啦。咁再后边内栏金碧旺旺，中档好运齐来啊！咁再沿住内栏咧，仲有飞马再威上啲啦。中间八心之王出边玩得起，尾三德奇康，尾二咧就系嗰只架起包尾系文武传奇啊！好啦，最后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马仲系呢只万事醒啊，沿栏追紧上嚟嘅金碧旺旺啊，外边就神马飞扬啦，响入边飞马再威亦都上紧嚟，再后边嘅马就君子承诺啊！最后一百米，万事醒占先半个身位，飞马再威咧有少少惊咗佢响呢个第二位，入边金碧旺旺接近终点第一。明咧，咁啊外边好似万事醒咧，一路压住飞马在威，飞马在威有权过佢啊，但系冲嘅时候有少少惊佢啊。金碧旺旺就应该系第三，咁啊至于个第四名咧，就嗰只八心之王啊。结果呢只万事醒摆咗喺前面放咧，似乎有机会放到嘅机会比较高啲，咁啊埋边追上嚟系飞马在威啊。好啦，终点前啊，六号嘅万事醒咧，咪压住里边又飞马在威啦，咁啊似乎到先啦，万事醒。咁啊，黄浩南啊，第二名飞马再威啊，潘明辉，第三名12号金碧旺旺梁家俊啊，第四名系3号八心之王帕宝，咪又俾佢得手咯，今次即系万事醒啊，放一放下。一对见习生包办头二马啦。好啦，睇埋个预计派彩啦，派第一名系6号嘅万事醒，独赢派155蚊，位置派40蚊；派第二名系1号嘅飞马再威，位置派14蚊；派第三名系12号嘅金碧旺旺，位置派38.5；派第四名系3号嘅八心之王，现赢一搭六派232蚊，三重彩6号、1号、12号顺序派5803蚊。
单 T 牌1108元。位置 Q 一搭六牌78元，六搭十二牌282元，一搭十二牌83元。好，睇翻头马张相啊，万事醒啊，出边压住只一号嘅飞马赛威。好啦，万事醒啊，咁啊红衫嘅马主啊，小姐啊都好开心，或者镜头影住佢都啊。今次排外档咁啊，用翻佢季内赢马跑法啦，咁啊自己慢慢放，冇乜马搞佢啊。咁啊，终点前都压住只飞马赛威。北旗康又有少少固态复萌喎。好，睇埋三拣一叫嘅派彩啊，胜出嘅系 A 三，其他冷门派34元。记得北旗康起步冇耐，又老虎跳又拱啊上啊！四连环寄予嘅派彩，一号、三号、六号、十二号派1069元。第四重彩，六号、一号、十二号、三号进序派28279元。今季第二 win 啊，万事醒，上一 win 就毛显东，呢 win 就黄浩南，留意下四档啊，北旗康。起步已經論盡啦，跟住後屘只馬中一中啦，咁亦都跳一跑起上嚟咧，就唔係話咁順啦，咁亦都呢度失一失蹄啦。前邊啦，好運齊來走啦，中間就神馬飛揚貼嚟，咪至金碧旺旺啦。但係我當阿萬事醒殺緊埋嚟嘅，啊嗰只君子承諾依家都走得幾好喎，咁咧點解後屘走咗出去咧？一間都睇睇啊。咁啊後邊天長地久打邊都唔夠快啦，貼嚟咪至飛馬再威出邊嘅八心之王啦。尾四位置就玩得起，尾三就駕起，包尾一對文武傳奇同埋德奇康。咁啊，步速系中等嘅，咁啊，段段都同标准咯，只系上落一线嘅啫，好轻微嘅。咁啊，头马就放出嚟，咁都好靓。咁啊，段段均速，咁啊，出边嗰只又逼唔到佢，一阵都走下走下都走得咗添嘅。咁啊，刘文明嗰只啊，呢度唔知咪顶唔住啦，就移咗出去三碟。咁啊，跟住天长地久走嘅一阵啊。其实飞马再威都一路摄得好靓啊，里边。頭先都係有啲搶口啦，嗰只君子承諾啊，又即係跟住入邊啲馬攝咗個位啦，咁所以就走外搭啦。哇！白心之王今日都有啲口啊，同埋佢跟住嗰只又褪嘅轉彎，咁啊變咗入到直路咧就已經墮得較後嘅。拍潘明輝啊，呢度裏邊攝咗上嚟噶啦，已經咁啊攝下攝下，咁啊而家喺萬事醒嘅內側，佢別往往都係越難慳咯。到依度先兜到出，都为时已晚啦。又追翻个第四啊！好啦，福榜完毕，派彩都作实噶啦。位置 Q 派彩，一搭六派78元，六搭十二派282元，一搭十二派83元。三拣一派彩，胜出嘅系 A 三，其他冷门派34元。四连环派彩，一号、三号、六号、十二号派1069元。四重彩派彩，六号、一号、十二号、三号顺序派28279元。马步派彩，头关二号，尾关六号派804.5，头关二号，尾关一号派29.5。今日分段时间，头段28秒03，第二段24秒26，第三段24秒48，末段23秒64，赛事时间1分40秒41。